家好，我是欣欣。不知道在看视频的你们呢，有没有现在或者曾经是西南的学生？那在西南的学生呢，一定对 Kingsfield 上面一家非常好吃的日本店非常的熟悉，就是 Niji Sushi 吧。那这家店呢，现在在 Hurstville 开了家新店。今天呢，欣欣就带你们一起来看一看吧。这道 Sashimi 21，那喜欢吃 Sashimi 的朋友呢，一定不要错过。他们家的 Sashimi 真的是食材的品种又多，而且特别的新鲜。那除了这个呢，他们家的 Niji Sushi 肉也是非常有特色的，里面呢，光一整盘呢就涵盖了 Tuna、Kingfish 和三文鱼啊，还有他们家的 Tempura 真的是外焦里嫩，然后那个虾呢是非常的大。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他们家的Popcorn 是用这个 tempura 的虾做的，也是那个外焦里嫩，然后吃起来有一种酸酸甜甜的感觉。那除此之外呢，他们家还有很多的乌冬面，大家都可以来尝试一下。那 Niji Sushi Bar 呢，在今年的3月份呢，还会有一个 Sushi 的比赛。那赢得奖的第一名呢，可以免费的赢得一张去日本的飞机票。那本期就到这里了，下次我们再见，拜拜。